崔教授您好。施丽您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有报道美国啊，就是有这个华裔的海军吧，有两个人就是涉嫌这个间谍罪，被美国这个司法已经拘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中国人的这个影响很大哈，因为有很多的华裔嘛在海外。就首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这件事说明什么？而且我看报道说这两个人现在都不认罪。当然他当然可能在想这个先另一些法律这个过程试图脱罪，他肯定不太容易认罪，是吧？首先这个现象呢，这两个人对吧 ？Thomas Zhao Z H A O 这个 Zhao 这个拼法呢是中国大陆的拼法，那个魏金超呢，金超魏或者 Patrick Wei W E I 是 last name W E I 呢姓也是中国大陆的拼法，所以这两个人的家庭呢，显然是来自中国大陆，不是台湾人，也不是香港人。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年轻人，22岁、26岁啊，应该是像就是父母，就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是80年代、90年代来美国的人，孩子呢20来岁，有人上学，有人工作，有的去美国从军啊，从军其实很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人或者他们的家庭呢，显然是有这个受到中共的影响。中共的蛊惑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不错。我们在美国呢，他们应该都已经变成美国公民了啊。那你既然已经宣誓效忠这个国家，那你就应该效忠这个国家。你不能效忠的话呢，你就不能宣誓效忠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入籍美国。那你既然入籍了，你像这个有一个他说他想去那个，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是。想为了他妈妈帮助他说以后为他回去中国找一个工作或者得到什么东西有好处有关，那他不应该说，你说这么成年人，你说你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有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吗？你也知道中共和美国现在非常对立啊，非常敌对，你现在把这个美国的军事敏感的信息给了这些中国啊，给了中共美国的敌人，你不是叛国罪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或没什么借口去抵赖这件事情。有一个母亲的孩子，他说我们不认罪，不认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个他对方的真实身份。然后他说他只是利用这个赵文恒啊，他说我只是利用他的交换和在和对方做投资啊，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做投资的，这东西也不可以交换的。首先呢，这个你作为一个军人，敏感的军事信息呢，你是不能拿来做跟这个对方做这种投资，为自己福利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叛国的。那你说你不知道，那什么人会最对这个美国的敏感军事信息是最有兴趣呢？那就是美国的敌人，那他应该不难知道他是中国。即便不是中共。任何其他国家有潜在的是美国敌人的国家，你这样卖这个出卖这种讯息的话，你这都是叛国卖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没什么理由的。因为他们，你看他这个没有任何借口，因为他们卖的东西，你比方说把美国海军基地的视频、图片、操作系统、雷达系统换的钱呢，那个谁是才换了大概14000美金，所以这个赵文恒卖14000美金，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实际上真是为了区区的14000美金，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国家的东西，这个确实蛮让人那个遗憾的。你刚才说了，就是他们入籍美国就应该效忠于这个美国哈，那从他们这种表现，是不是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作为就是他应该效忠的国家？对，他就是这个人就是在那的，这个人就实际上在道德上。就是就成问题了，但是道德又不是法律啊，我们不能就是你可以说是你还是中国人对吧？你还是中国人，或者你是一个华裔，你可以热爱你的故土啊、文化呀、啊，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有这个事情呢是有界限，有些东西是有界限。你比方说，你如果涉及到美国敏感的技术或新的技术，涉及到有专利保护的商业机密，或者有这种敏感的军事信息啊，这些你是不能披露的。其实这个美国军方应该有这种培训，像我们在这个大学研究机构每年都要签署这个文件，
就是你如果涉及到这些机密的东西，你有责任义务要保护这些。你不能够在这个你的职务之外有其他地方获取其他。你如果比方说像我如果在其他一个大学这个教书的话，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个学校，告诉有的时候我是做义工的，其实教义工，比方不收钱，那个不收费的，就是免费的教，那么学校也说无所谓。你如果我只要是现在收费去教的话呢，那学校他可能就有意见了。你让我付给你的是全时 full time 的工作，全时的工作，你怎么可能那个去同时又给别人工作？这个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东西看得很严重、很重的，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对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至少就是说，道德上呢是有缺陷的，但是呢，现在已经超越了道德，已经触犯了法律了。另外，我看有这个网友啊，就是在后面跟帖，就是说，好像是不是美国在报复？因为这个中共火箭军泄密被美国截获，然后还说呢，就是说美国这么做还要不要中国的投资，还要不要向中国这个出口大豆呀、什么牛肉啊之类的。这种说法都是很幼稚也很荒唐的，对吧？你那个如果美国不向中国出手大豆和牛肉，那伤害的是美国中国老百姓，但是美国不卖就卖，你农民收入少一点。那为什么他这个他会就是鼓励啊用这个作为一种要挟呢？他把这中国人民的福祉作为一种要挟来向美国去施加压力呢？所以这个人这个道德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道理有问题。还有说美国是报复，美国怎么是报复呢？因为中共火箭军的泄密，我们知道他这个是中共自己把东西泄露。中共自己的将领把这个泄露给美国了，美国拿到了，并且公开了，在空军大学公开了，对吧？那中共不需要去报复，中共可以去把这个泄密中国军人给抓起来，对吧？那这个美国也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这个那边有中共，我看中共的二炮那些将军可能被抓起来的，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共已经惩罚他自己泄密的人了，对吧？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惩罚他这面想试图泄密的人？这个谈不上报复，这个是报复说法也不合这个不合理。至于说什么要不要中国的投资，搞清楚一点，是谁需要谁的投资，对吧？现在这个我们提到了，中国现在经济严重，金融就困难，到处都是还不出钱来，是吧？中国需要美国的投资呀，美国不需要中国的投资，美国相反实际上是在审查中共的投资，审查中共在试图购买美国的农田的技术这些不让中共，所以呢，中国不需要，美国不要中国的。大陆是这样报的，美国的华人社区什么著名企业家，美国华人什么华侨联合总会的主席，就是什么美国杰林集团什么董事长，就是林建新哈，就是最近在美国法拉盛的一家酒店好像死亡。那有报道说呢，这个人其实是中共的间谍，而且是被中共灭口，您怎么看？那这个是很可能的。你看，首先他这个，你看他做了很多事情，什么华人华侨联合会，他还建了很多很多什么会，对吧？他这个他做法呢，他做的事情呢，是吧？比方说他叫华联会，他是发钱呐，迎接中共党魁访美呀，十一要求商家挂中共的国旗呀，开座谈会批判法轮功啊，台湾总统蔡英文来访美国的时候，他们花钱让人上街对抗等等。你看说这个做这些事情呢，这显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在美国华人的团，真正的华人团体呢，独立华人团体是有兴趣去做的。他显然是在响应中共的号召，并且拿中共的钱，拿中共的钱去做的话呢，我不太相信这种人是轻生啊。而这个如果拿了中共钱，我们也知道中共实际上他有很多这种海外的亲共的那些团体，他们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的，谁拿到钱，谁拿多了，谁拿少了，所以他们的也是争名争利。所以他呢，这个人的名字叫 Jason Lam， 林建新。那个 Lam 呢，林呢，那拼成 Lam 的话呢，他好像不是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很可能是从香港来的，就他跟这种就是说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团体之间的矛盾啊，这个是有很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人是轻生啊，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实际上也经历了很多很多。据说他2014年在大陆有涉嫌行贿，被撤销了什么政协委员资格，还在大陆坐过牢。又保外就医回到美国，又在美国频繁活动，所以你看到这种人，这种利欲熏心、积极配合中共这种人呢，
好像不太会，就是说来轻生鸟儿，而更可能呢，被火并了，或者是因为也许是双边间谍被中共灭口了，这都是可能的。这个事情，我看有网友说，之前是美国逮捕了两个涉嫌，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这两个美国的海军，对他们是不是一个警示？就是说中共他用完人了，他就会抛弃。是这样的。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金无代的例子啊，金无代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中共的那个，中共的一个高层的叫于建生啊，于建生呢叛逃美国啊，于建生叛逃美国以后呢，他再把他金无代这个给供出来，那个金无代在美国这个就是潜伏呢，作为中共间谍潜伏了大概好几十年，从二战的时候就开始啊，所以这样一个人啊，他认为给中共呢。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大家去查一查金无代的故事，这个是很多很多版本的故事，非常非常惊心动魄，是吧？那最后他被抓起来以后呢，他还想象我可以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中共肯定会来营救我，营救我呢会跟美国交换啊，交换特务、交换间谍什么之类的，反正会把他带走，带到中国大陆去，带回中国大陆，他可以的隐姓埋名呢。颐养天年，天年告老死在故乡，这是他的想法。但实际上，中共大使馆的一个人呢，到监狱里看了他，跟他交谈过，交谈过了以后呢，他就绝望了。中共根本就不管他，也不承认他，也不想救他。最后呢，他据说是，用一个塑料袋捆住自己的脑袋，然后呢，窒息而死。这就是为中共效劳，为中共的那个，效劳的下场。实际上，你就看中共那个中共内部，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刘少奇的故事，对吧？刘少奇是高居，曾经是中共的国家主席，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啊。后来就被迫害到就是那个程度死掉。那因为刘少奇当时是在所谓的白区工作。就是不在这个中共那个红区，在白区国民党统治下做地下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中共卖命一辈子的，最后也得了这样的下场。所以就是说为中共效力啊，你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护啊，你那个最后呢也会被中共抛弃。我想这些都是这个例子啊，像刚才那两个军事士兵那个华裔士兵的问题，那这个林建新也好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了，这样最后中共呢，一旦不需要的时候，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抛弃。另外，我看有网友说这两个人这种做法啊，非常的恶劣，就是对华裔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我可以理解有些朋友会担心了，会不会是造成就是说，美国人普遍的认为啊，这会有一种 stereotype 啊 ，stereotype 就是认为啊，华裔都是中共的间谍啊，对。这个可担心，我想是可以理解啊，但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啊，尤其是有的人可能还会用这个例子，二战的时候呢，美国把这个日裔的美国人呢都关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居住，不是集中营了，也不是监狱，但是集中居住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啊，这确实当二战时当时是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时候美日在交火，是吧？并且呢，也确实有一些日裔的美国人呢，在这个夏威夷，比方说替日本的做间谍，帮助他们那个发现那些美国的轰炸机啊、导弹、雷达这些东西。就说那个，但是呢，美国这个当时也是可能是不得已的办法，对吧？但这个做法呢，当然美国后来就道歉了，对吧？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先例啊。对，现在美国人民的民众和民间的上朝野的这种认知的话呢，我们是不会，他们是不会这样的。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就是你不要跟中共走得那么近，你要明确的反共，明确的就是说你支持美国、效忠美国，那你就不会有问题。嗯，您刚才说到就是现在和原来不一样哈，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现在美国特别是蓬佩奥喊出这个中共不是中国哈，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就是和中国人民完全是分开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因为这个美国是不允许共产党入境，很多共产党人呢或他入境的时候都撒谎了，对吧？所以呢你如果想真正摆脱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应该退党，应该声明退党，
现在这个大学有这个退党办公室，可以帮给你给你注册登记，给出示退党证明啊，表明了你跟中共无关啊，而中共不等于中国，所以呢，你可以是中国人、华人、华裔，但是你不是中共的一份子啊，那你就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赶紧退党。弘扬传统文化，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